我哋一齐支持民建联，支持民建联，支持朱焕超，支持朱焕超，民建联，民建联，必胜，必胜，民建联，民建联，必胜，必胜。好，多谢晒两位先，跟住以下落嚟咧就系有请我哋会务顾问啊，彭长伟先生、彭 Sir 同埋佢嘅徒弟陈谭丹出嚟分享下佢嘅睇法啦。系，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大家早晨啊，今日阳光明媚。今天很開心在這個沙角村，我們這個沙田圍站一個很重要的樞紐，因為呢交通是我們人生生活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環節。阿丹和我們沙田的團隊呢經常都跟我們立法會的議員呢都會談這個改善交通的問題，令到我們的居民呢出入方便，都有些成績的過往的工作能夠令到呢特首的施政報告在去年都設立到我們建立這個沙田的繞道，現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更加提到呢就是要將這個東市線要完善，亦都要成為民建聯，亦都建議搞一個智慧的集體運輸系統，而且是綠色的，令到我們的排放盡量減低。所以呢新能源的發展和充電裝的配套必須在未來都要在這個社會令到我們的市民是有更好的舒適環境。丹也是交通的專家的了，又是中學的老師，在未來我們新一代都要靠你，在你來說有些什麼建樹在這裡介紹一下給大家。好，唔該晒 Pan Sir，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收看直播的朋友，各位義工朋友，大家早晨，我是沙田西的候選人，90後的中學教師，丹心一片為你服務的陳譚丹。剛才呢彭 Sir 呢就剛剛說到，我們呢民建聯團隊呢過往一直致力推動我們的交通發展。如果大家呢有留意新聞呢，其實上個月我們東鐵呢有很多的街坊，有很多乘客呢都不小心墮軌。咁其實咧，民建聯咧，我哋過往咧都係喺東鐵線咧，就係要求加建個幕門。咁而家我哋沙田西嘅選區咧，係有五個嘅東鐵站，當中咧已經有一個係加到。我哋咧會要求佢哋政府要係加快喺呢一個港鐵咧加快呢個興建幕門嘅進度㗎。咁有好多打工仔都同阿丹講，就話咧我哋咧港鐵年年加價，咁樣咧我哋生活費咧就非常之貴啊。所以咧，民建聯咧過往咧都係致力推動。要是在這個票價調整機制呢就要加過一個盈利指數，這樣呢就是減低呢一個加價的幅度的。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咧已經進入 AI 嘅時代。咁我哋咧好多嘢咧都係用 AI 噶啦。我哋咧有時候去 search 嘢又用 AI， 但交通咧我哋都可以用 AI 嘅。咁我哋咧都要求政府要係採用大數據嘅原則，咁令到咧我哋呢一個嘅交通樞紐咧可以係進一步疏導交通。最後我哋咧見到香港咧地少人多，咁我哋咧希望可以喺一地多用嘅原則之下，興建更加多嘅智能停車庫，可以幫到我哋咧。唔只是四季平安，出入都平安。我是民建聯陳譚丹，請大家多支持，多謝。好，事實上咧，喺呢個中學教師嘅人才咧，我哋睇到係好重要，特別喺沙田區議會。所以希望各位街坊朋友支持陳譚丹進入沙田區議會，支持民建聯，多謝。支持陳譚丹，支持陳譚丹，支持民建聯，支持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必勝，必勝！民建聯，民建聯必勝，必勝！好，多謝曬彭 Sir， 多謝曬陳譚丹。我哋咁多施政報告咧，係提出咗好多貼地嘅政策啊，亦都幫助到我哋香港嘅發展同埋改善民生。咁我哋咧民建聯一定會全力配合政府咧，做好往後嘅施政嘅措施。咁咧今日咧，我哋亦都好榮幸咧，請到我哋嘅會務顧問譚耀宗先生，譚 Sir 咧嚟到我哋沙田咧去舉行我哋依個嘅啟步禮啊！咁我哋以下落嚟咧都想請阿譚 Sir 咧為我哋分享一下，為我哋打打氣啊！有請譚 Sir。好，各位市民，各位我哋沙田區嘅街坊，各位我哋助選團義工，大家好。好。民建聯咧成立於1992年，咁啊已經超過30年嘅歷史啦。在这30多年里面呢，因为得到市民越来越多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立法会拿了多少个议席啊？19个议席。
喺立法會裏面，我哋通過呢啲嘅議程，通過我哋立法會議員為街坊服務，為政府建言獻策，提咗好多好合理嘅、可行嘅改善環境、造福街坊嘅主張。剛才佢哋幾位呢亦都介紹咗。我哋呢次區議會選舉，我哋希望能夠繼續努力，在各個區的層面裏面更加深入細緻地為街坊服務。所以我們在沙田區選出了一批年青、有活力、有能力、有承擔的候選人來參加這次選舉。大家看到他們個個都是一表人才、優秀分子，所以希望各位街坊能夠支持民建聯。支持民建聯一定不會令你失望，我們一定不會躺平，不會不做事，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為街坊服務，為整體社會利益服務，為配合國家和香港一起發展而服務。所以各位街坊，希望大家在12月10日全家總動員出來投票支持民建聯。如果你不記得我們的候選人的名字，不要緊，你記住民建聯的招牌，一定是信得過的，好不好？好，多謝大家，多謝。全家總動員，全家總動員支持民建聯，支持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必勝，必勝。好，多謝曬譚 Sir 咧，為我哋咧講咗一番鼓動人心嘅説話，亦都為我哋咧打打氣啊！咁以下落嚟咧，我哋亦都會係繼續努力去接觸市民咧，盡心為市民服務。咁最後咧，我哋有請我哋嘅壓軸，我哋嘅民建聯主席陳克勤議員咧，同我哋打打氣。有請克勤議員。亦都請我哋咁多位嘅候選人咧，嚟到台嘅中間咧，喺阿克勤議員後邊咧，我哋一齊係啦。好，有請克勤議員。各位義工、各位沙田區嘅居民、各位民建聯嘅支持者，選議員要選乜嘢啊？民建聯。選議員咧，一定係要選民建聯。點解啊？因為民建聯係做到嘢、幫到手、有議政水平，亦都唔會咧。是選舉的時候兩頭疼，選完不見人的。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個社區裡面呢，是為大家服務。剛才我幾位的拍檔呢都講了他們在地區的一些的關注的議題，一些全港的議題。我之前跟他們落區的時候呢，很多街坊呢都跟我們說，超哥這份的施政報告是做得非常之好，你們民建聯提的建議呢真是被採納喎。那我就跟他說，為什麼啊？因為我們跟政府的理念呢是一致的，我們是要搞好香港的經濟，搞好我們的民生。而我們民建聯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裡面呢，其實提了差不多是200項的建議，當中呢有很大部分呢政府都是接納了。正如剛才我們幾位的朋友都說，有房屋啦、有交通啦、有這個生育政策啦等等，他都是聽了。但這些的政策、這些的建議不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是我們每一位幹事、我們每一位的立法會議員在地區裡面聽到你跟我們說，我們將它呢是變成民建聯的政策倡議，提給政府讓它落實。所以我們今天呢繼續都是要在社區裡面呢是聽不同市民的聲音，將他們的聲音呢是帶入立法會。那你會說，今天我們是選區議員，跟立法會有什麼關係啊？我要跟你說，你一定要選民建聯這班年輕人和專業人士，因為你選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民建聯一個團隊。你選的不是只是陳壇丹，不是只是朱活超，不是只是蔡慧成，不是只是祝慶台和其他參選間選的朋友，而是選緊整個民建聯。我們只要當選，我們一定在地
喺我哋沙田區裏面開設辦事處，我哋一定係為市民去服務，朝七晚十一都唔止啊，係24小時，每個星期都為大家服務。這個唔使我去多講啦，因為我哋沙田區嘅街坊咧，一定係知道民建聯係實事實幹嘅政黨，所以嚟緊嘅12月10號，選議員要選乜嘢？ 民建聯必勝，陳彭丹必勝，陳彭丹必勝，祝慶台必勝，祝慶台必勝，朱煥超必勝，朱煥超必勝，蔡慧成必勝，蔡慧成必勝，要有啲聲勢先得噶嘛。不過咧，我哋唔係淨係嗌口號叻嘅，我哋民建聯所有嘅團隊咧。 做嘢實事實幹都係咁叻㗎，係咪啊？係。好啦，今日咧，我哋就喺度做一個咁樣嘅活動，意味住我哋沙田區每一位嘅戰將咧，都會係深入社區，不論佢係出選邊一個界別、邊一個模式，佢一定係為我哋沙田區嘅居民服務。民建聯一定係為全香港市民嘅利益去服務，所以請大家。 俾個機會我哋依班年青人，讓佢哋可以進入議會裏面，為大家服務，好唔好？好，多謝各位。好多謝曬黑陣主席。支持民建聯，民建聯必勝，全家總動員，全家總動員，齊投民建聯，全投民建聯，選議員，選議員，要選民建聯，要選民建聯。 好多謝曬咁多位啊！咁啊，以下落嚟咧，我哋咧都想咧同我哋一班嘅支持朋友同埋我哋嘅貴賓咧一齊嚟將大合照先。咁咧，我哋首先請我哋咁多位嘅候選人、年青人咧，我哋喺前排踎一踎低踎低先係啦，係啦。亦都咧，我哋有請我哋河南聯誼總會嘅楊志雄會長啦，我哋沙田區嘅會務顧問陳小珠小姐啦，江明響先生啦。 余先文副主席啦，仲有黃富生副主席啦，咁我哋咁多位民建聯嘅兄弟姊妹，咁多位來賓，係啦，咁咧我哋一班嘅，我哋先嚟一張大合照先啊，跟住咧我哋再邀請我哋嘅一班嘅支持朋友嚟到我哋嘅台前合照，係啦，好，亦都有提姐嚟到啊，多謝提姐，係，誒，仲有林廣坤議員啊。 好，我哋一齐俾个手势，我哋紧握拳头向前冲。为市民服务，为市民服务，成就好社区，成就好社区。好，跟住咧，我哋亦都请我哋一班嘅支持朋友咧嚟到我哋嘅台前咧，一齐我哋嚟一个全场嘅大合照啊！ 好，各位支持朋友嚟到我哋嘅台前，一齐嚟一张大合照啊！民建联，必胜，选议员，要选民建联，全家总动员，票投民建联，民建联必胜，民建联，必胜，民建联，必胜，必胜，民建联，民建联。 民建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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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联
五裏面咧，向我哋嘅市民一齊宣講我哋對施政報告嘅睇法。向我哋嘅市民宣講一下我哋嘅政綱睇法啊！係啊，我哋準備好我哋嘅話行道具，亦都請我哋咁多位嘅嘉賓朋友嚟到我哋嘅金石柱竹影台，向我哋嘅葉鳳春方向出發啦！
辛苦曬各位義工朋友。我哋一齊好，停咗啦，馬直播。今次我哋嘅你錄嘢啫嘛。